完了吗？一个兵，一个兵，两个兵，三个兵。看好啊，在别人有骸骨的时候怎么打？不是上去直接干，一完事走，看着没？去嫖骸骨，变质上去就硬干。我可从来没硬干过啊！你等第二波，亏就亏吧，没事，我杀个他不就完了吗？二级，这把二级可以学 Q 啊。因为我们在塔下嘛，这武器大师想耗我们的血，他也不好耗。Q 他，还有30秒开奖啊！现在是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你看，像这波他啥技能都没有，我们就可以干了。跳伞挺好，点岩石，别杀。还有10秒开奖啊！谢谢卡米拉，谢谢胡帕拉，谢谢中奖王者。回家，空袭直抽炫赫门。先来个875，把这个卖了。他现在是有点盐的啊，扣一下走，A，W 走，EA，A 接 Q，不能打了啊！这有点盐直接给我们秒了，这不能再打了。这波兵要是没吃着，刚才就白杀他了，直接白杀。然后不要让他耗到我们的血，他出个多兰盾又出个多兰剑，这人确实是行。他现在最好的方法是塔下这波把我给换了，但我们指定不能让他换。先 Q 打骸骨，E 他，马上升级。算了，他兵马上来了，他的 Q 还没交，万一他 Q 跑了，我们这波闪现白交了，不合适。等个点烟，塔下把他杀了。等个几秒钟啊，让兵线慢点推。抽一下，这波直接赚啊！这还回头，我是没想到的，兄弟。我先用我的控制时间，直接把他 E 技能晕我的时间给他正好抵消掉。
应该还能再踩一层，差不多。最后一层，巨魔在下路呢，不用害怕啊。走了，三层回家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别进草丛啊！那咋这么幼呢？这武器大师的装备确实行，多蓝盾、多蓝剑、燃烧宝石，你就出幼吧你，车也没补着，我小傻子。谢谢 boy boy boy， 谢谢 bo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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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大火箭。谢谢谢谢，感谢老板的火箭啊、哦！谢谢谢谢 ，Thank you。这么多火箭吗？今天老板大气啊、哦！谢谢老板的大火箭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抽一下 ，A 九头蛇 ，E A 走 ，W 一手 ，A Q 平 A 转起来呀！我大呢？我大谁给我偷了？天哪，这波居然大没好！让他补这个兵，然后把他杀了。这确实是不应该，他怎么？一好了，哎，跳对，你正好跳，我把你打断。年轻啊，小伙子，年轻的小伙子，巨魔来了，玩玩的。回家了，不打了，我们停停。可以。一会儿这个巨魔指定得来一趟啊！我们先等一下大招，别着急，先等一下大招。这波先别推啊！如果这波想双杀，那么想先等一波大。别急啊，别急，先别急，找他，找他耗血，假装要上又不上的这种感觉，让巨魔别走，先 eat 破骸骨 ，A Q， 巨魔指定来了，百分之百，别着急啊，先杀巨魔 ，W 让他逼他吸我们甲头，咳血战斧 ，A Q， 这才能双杀。他就老以为别人是傻子，你知道吧？你说他打完峡谷先锋，那武器大师从右边来了，你说那巨魔能不在旁边吗？老以为我们是有点傻。你是真猛，兄弟！我发现，你怎么跟打个七杠一的似的呢？零杠五跟五杠零一样，天哪！蓝没了，
巨魔身上带着蓝的，这眼儿不差了。浪费，感谢 bo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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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大飞机，谢谢老板的飞机，都老板的机和飞机一样大，谢谢老板。你要干啥？磕血战斧没磕着，操！别！哎呦！我磕血战斧，靠！套点盐。来一个铁板鞋。这可血战斧的这个距离太近了，他要再能远一点就好了，真的范围太近了，这设计师设计的不太好，这个装备设计的。再能设计再远一点就好了，就跟我们那Q一个范围就行，你看正好少一点，看着吗？我们满级 Q 加120距离啊，不对，一加175距离，它正好是150。你也贴板鞋了，那杰呢？让杰出来，我打个杰。哎呀妈呀，我的天哪！干啥呀？你都变小了一会儿，还咬我们？啊？什么叫磕血战斧，小伙子？跑你肯定是跑不了。你看没？哎，我操了，这磕血战斧距离太近了。我本来想省个闪现的，这小子，这顿跑啊！你是，我强烈要求可血战斧必须得给我加强，加强范围，太短了，这我受不了。这要是九头蛇他就死了，这以前的九头蛇范围就比这大。哎，为什么刚才我加移速了呀？安妮儿给我的盾啊，安妮儿给的盾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这个英雄的意义啊，可太膈应人了，有意打不死。像对面这种阵容，这一把就先出死亡之舞，哎，九头蛇就配死亡之舞。如果是 AP 比较多，你就可以先黑切或者是卸手。
这么两个半门呢要杀我啊？我没明白什么意思。你这不上当了吗？那武器大师专门，我操，真的叫人叫的挺多啊，这怎么这么老些人呢？跑过去叫人去了。我回头一瞅不对劲，武器大师先跑，跑完以后去叫人，叫出来俩。这不对劲啊。小心点啊，蓝盾了吗这巨魔？哎，为什么巨魔刚才身上会有一个挡的东西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是铁板鞋吗？就是类似以前的那个适应性头盔。红惩戒吗？有个挡技能，就挡伤害的东西，好像蓝枪平 A 的时候挡了一下。打小龙吗？来吧，打波团战，我们就不跟他单带了，没劲。一整单带四五个人，五六个人，七八个人全来了，你干啥呢？呀，你这还往哪走啊，兄弟？算了，我削个大招吧。你别抢人头啊，我好不容易这巨魔在下路来一波还抢人头，这武器大师怎么回事？哎呦啊，小伙子真能跑啊。来走位，该你走位了。逃跑带丝啊，先把蓝打了啊，我要刷屏，这一直老刷屏很烦人的。注意来，哎 ，W 可血战斧，点炎了，不讲武德呀！我发现这么玩不行啊，他们老跑啊，我一打他，他们就跑。你说吧，那加里奥落下来大招不打，然后跑，哎，咋没声了呢？啊，有声，这样不行。这老得我上高地去追他们去，这哪行啊？
我得找一个没有塔的地方跟对面打行，要不然就跑。可以。他这没有蓝，打是随便打的。得找一个没有防御塔的地方，先把他高地给拆了，拆完以后没有塔了，让对面来追我们。追完我们以后，我们假装打不过呀。来放影子。哎，你像这种没有防御塔了就好办了啊。上路高地没人守，那我拆了啊。把中路也拆了，把下路也拆了，直接一波团灭，我们顺势退三路。干啥呀？这不推基地了吗？那还守不守了？谁的冰心啊？啊，机器人的冰心，巨魔挂机了，还有伽里奥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一波直接就给推没了。突然之间一波，对面的基地就只剩个主基地了。哎，你勾他，勾他！他又穿过来了，我跟你说，他是穿过来把你杀了。我给你个嘴巴子！给大家来个小抽奖啊！